咁亦都有咧，每日嘅通勝同埋劇場嘅數字同顏色嘅。咁啊，其實基本上都已經好足夠㗎啦。咁但係你話外面咧，其實好翻，因為好多人可能都唔明㗎。咁啊，要留意啦，因為南邊咧係本身面向赤道嘅中國大陸嘅南邊屬火嘅，出年咧有五黃入到南邊嘅位置。原來五黃流年飛星咧就代表災難嘅，咁所以火災係需要留意嘅。咁啊，無論自己家居上面咧呢個問題啦、燈火問題、電器問題要小心。咁同埋咧，眼咧容易出現太陽嘅問題咧，咁如果都會有光，尤其是咧五黃喺南邊係代表大火。所以如果火災位置咧要小心啲，咁啊有機會咧啲火發啲，咁啊代表咧都冇火。咁究竟澳洲原住民咧，同澳洲都算係最難嘅國家啦。咁所以佢去澳洲旅行或者山火嘅問題咧，大家要留意。咁至於你哋去到南海咁劇烈嘅戰爭問題啊，咁我諗咧都唔會嘅。始終咧香港咧中國都係一個國際嚟嘅，不過咧就出年咧可能都仲有啲新嘅問題嘅。咁啊，至於空氣同埋火災嘅問題啦，咁仲有喎，地精咧就去咗呢個西北邊。咁我哋探訪咧屋企裏邊咧，南邊咧就可以揀乾淨水啦，揀清潔氣啦，揀油氣都得。咁啊，令到個人好過。如果床頭真係喺南邊咧，就做太陽穴啦。咁都係一個好好嘅安寧平靜時常嘅方法嘅。咁啊，西北邊咧就係平位建立位。咁啊，代表住咧呢啲咧啊地表問題，亦都代表田咧，代表長度，代表田土，代表啊，即係代表住呢個頭咁嘅意思啊，田為頭嘅，咁啊田為手。咁所以代表咧呢粒咧好尊重，好重要嘅人咧，火男咧係引發咗疾病嘅問題咧，令到好多人都會擔心。咁啊，好多人都唔想望住頭㗎。咁啊，但係化病有方法嘅，咁就喺西北邊咧就擺放一個安哥龍老人黑老石黑激劑咧都好嘅。咁但係切忌啲老人家咧就放喺西北邊做治療，因為病位咧就都唔係咁即係主張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用㗎啦。咁啊，如果你真係要旺桃花嘅話咧，咁啊可以考慮下東南位。出年咧著青色咧就旺桃花嘅，因為九子菊花生咧就喺東南，東南屬木喎，順化青色嘅。咁啊，睇下最出嚟嘅色係青嘅係啦。咁啊，但係整體上青色係桃花色。咁可以喺東南邊咧，經常拍九子先生嘅花啦，啊放馬路啦，啊芙蓉色石、紅銀石啦，咁都係旺桃花。試下掛青色嘅話咧，都未熟花，我哋都係旺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一般人梗係都要望下財啦。咁啊，其實財咧應該喺東邊，咁呢個係方旺嘅八煞位。咁可以考慮喺東邊咧，就擺放流水擺設啊，水晶球或者水晶嘅石頭，咁都可以旺下啲財運嘅。咁啊，仲有萬要放下銀槍，銀槍咧就喺呢個銀槍星四度，就去到東行位。所以如果要變光、要轉光、要升職、要工作上面順利啲，可以喺東北位放四支吊櫃竹，或者放銀槍、拿水晶柱，咁都會幫你事業方面咧啊發展得更加順利。咁大家聽住咁多 tips， 記住記低佢喎。記唔記得曬？而家。加上有象色，咁象色咧，其